第十课，绘画，叙说正在进行的活动。妈，您在哪儿？我在厨房，什么事儿？我想请您帮帮忙。我正在做饭，不能帮你。王芳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看报。你太喜欢看报了。不看报做什么？今天天气很好，很暖和，也没有风。我们去晒太阳吧，一定很舒服。好，我正想晒太阳呢。爸，接电话。他现在不能接电话。他在做什么？他正洗着澡呢。今天很热。是啊，非常热。我们去散步吧。外边下着雨呢。课文，丽莎和她的男朋友。丽莎和她的男朋友都是大学生，他们很喜欢运动，经常散步、打球、游泳。现在他们正在学习汉语，希望能去中国学习。